所以大家请记得不要跑错。那我们在上课前也会再即兴提醒大家，就跟之前一样。好，然后再来，今天呢是六月七号户外课，就大家如果你想要特别想要去走哪一条路线，福州山、富阳公园还有中埔山，这三条路线，你有特别想要去走哪一条，或者是你是跟你的朋友一起来，然后你希望去走跟他一起去走的，好，那不限哪一条，或者是想要跟他一起去走哪一条，今天是最后期限，就请务必在今天，可能也没办法下课前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这边了，也可以用，比如说写个纸条给我们，或者是在下课回家之后再跟我们讲。那今天结束之后，明天后天我们要进那个这个礼拜的客户说明的时候，就会把名单公布出来，这样。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那个我不想要跟谁一起走的，我有点失望。对，就是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稍微写一下，比如说你不想跟你儿子一起走这样，然后我就把你们拆在不同路线。好，我不是在分化你们了。好，那再来，这个礼拜我们没有收到特别要征那个询问或者是那客户上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显然大家都过得很好嘛。就是上个礼拜好像闷的问题好像有稍微解决，大家比较能够那个 OK。 好，那反而是上个礼拜老师流汗流的不行，流到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另外一台小台的给老师，这样。 好，那我们一样尽可能的准时开始，所以在老师开始之前，我稍微帮大家做一点老师的背景介绍。老师郑安熙老师今天帮我们上那个步道的人文与历史。那大家还记得第一堂课我们老师叫什么名字吗？大家好认真哦。我们之前去年步道学就有那个写作业的时候，同学的名字老师的名字写不出来，那大家都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老师是明谦，那明谦是郑安熙老师的大学同学，所以你看政大历史出人才哦，都来我们步道学上那个。那老师现在目前在中兴大学任教，然后因为他过去的包括登山的经验，然后对古道历史研究的经验，所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威力。因为我第一次听老师演讲是在那个梅峰，老师讲爱永线，然后他有一张图是他走过的，然后有轨迹记录的全台湾爱永线的步道，超厉害的。那我不知道待会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到，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课程一定会非常非常精彩，而且老师说他每一次课程上完之后都会有微调，所以今天我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托大家的福。所以好，刚好七点，那如果老师大家没有任何的关于客户的问题，我就把麦克风交给老师，赶快今天精彩的课程。好，那就麻烦老师。就会比较那个，不会那么的那个拘谨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大概就是跟有一些跟山区人文的调查大概有点关系哈。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大概是从台湾整个一个山区的交通的一个演变的状况，那大概是从一个1870年代开始哈。那我自我介绍，我姓郑，郑安熙哈。那其实下面大概有我一个简介的这个资历了哈。那我是屏东人，那我是政大历史系毕业，然后因为后来很喜欢去山上做调查的关系，所以我后来去读了民族所。那本身擅长的部分大概是跟原住民历史，还有一些山区的古道历史，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喜欢爬山的关系，所以大概也跟登山器材脱离不了一些关系。那在这几年的一些写作经验过程中，大概留下都是跟山区调查，或是山区人文，或者是跟一些登山装备有关的这些文章。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简历。那首先呢，我想作为一个演讲，我想大概都有一个摘要哈。那我想我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喜欢爬山，然后自己做调查，那以及我在自己调查过程中所一些经验的累积，那加上整个学术训练，所以我大概可以针对整个山区的一些道路的一个演变的状况跟同学们分享哈。那首先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在台湾山区其实以前来讲，我们大概不太容易进入山区哦。我们现在要去山区很方便，对不对？摩托车骑着车子开着，我们就
到乌来就到大湖，我们就到泰安乡，就到新义乡，非常的方便。可是别忘记了哦，100多年前我们要到山上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哦，更何况是100、150年前，甚至200年前，我们要进入山区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别忘记了，在当时候的平地跟应该说近郊这个接壤的一个地带，有一个所谓藩界这个存在。所以一般我们汉人大概是不太容易越界的，越界来讲，你如果自己被出草，大概自己负责吧，所以政府大概不保护你。就算你被出草，大概你也只能含着眼泪吞着口水，自己把尸体收一收就回家，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一般来讲，在100多年前，如果你到了现在我们所谓原住民区来讲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容易进去。那这个不太容易进去的这个状况，事实上到了187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哦，那如果你们对台湾历史有一点了解，都知道什么样的事件对台湾影响很大？牡丹社事件。因为牡丹社事件之后，所以整个山区的整个从以前到1870年代不太去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开始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作为，就是开山抚番。那如果你是原住民的身份来讲的话，那当然我只能跟你说抱歉，是因为我还是得用番字，因为清代就是用开山抚番这4个字。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用字过程中，我们知道说，整个在清代甚至在更早之前，甚至我们战后，其实对原住民事实上是有一点，不管是字面上的歧义，或者是说对他整个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误解，甚至到现在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一般人进不去山区，所以我们当然对原住民的了解就不会是那么的多。那当然我们会对于所谓的这个出草行为给予一些妖魔化的这些字眼，就是原住民很凶啊等等。那也别忘记了，100多年前汉人因为要开垦，因为要取得一些利益的关系，进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区域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当然如果你站在原住民的角度来讲，你侵入我的土地，那我当然要用原住民自己的方式解决这样的一个纷争嘛。那当然出草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那对我们来讲，我想说我去山上开垦，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遇到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替自己这样的开垦行为做一些去解释，就是说啊，原住民很凶啊等等这样的过程。所以从1870年代以后，因为牡丹社事件之后，那整个山区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包括整个后山的地带大致上纳入整个清朝的控制过程中。那尤其在山区的过程中，大概修了很多条开山抚番的道路。那当然我们目前在山区，尤其在中央山脉这个地带，那从北到南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了整个一个道路所残留的这个现况来讲，至少清代所开的这8条开山抚番道路或多或少都有遗迹存在。那当然中间还夹着2条也是清代开的道路，也是在山区，然后后面会讲到。那当然到了日本人进来之后，其实有一个东西一般人都不太会去理解，是所谓爱永线的问题。所以我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同学解释什么叫爱永线。那从1920年代以后呢，山区的整个一个交通有另外一个阶段的发展，就所谓的女番道路的整全面性的开凿，后面大概也会带到。所以到了日本人走之前的1945年左右，我们要去台湾山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大概都到得了。你想去爬玉山大概也上得去，你想去爬雪山大概也上得去，你想从台北走到台中大概也走得到，你想从台北走到宜兰，从屏东走到台东，从高雄走到台东，从台中走到花莲，大概全部都做得到。那这些步道呢，大概也是变成我们现在所在教科书或是在一些你们所看到一些官方宣传品里面，大部分都看到所谓的历史步道，而且是国家历史步道这几个词，那大概都是跟这些早期所开的这些山区的这些交通要道，大概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作为一个道路，我想大概有几个东西很重要。什么是道路？道路是我们要去用的，所以一旦道路没有人用了，基本上应该就叫废道，对不对？就不再用的道路嘛。那当然早期来讲，
这个道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任务在里面哈、哦。有时候是交通的因素，有时候是婚姻的关系，有时候是贸易的这个网络，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这么多的不同的诱因之下，不是在平地，在山区，各个地方其实都有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出现。但是重点来了，一般来讲，我们会对于道路有很大的概念，就是说，只有古道才是用走的，那道路就不是用走的。但别忘记了一件事情哦，道路自己会变啊，因为你早年没有办法开车，早年没办法坐马车，没办法坐牛车的那个年代里面，当然得透过脚，对不对？那重点来了，时代在演进，所以原来有一些真正是历史的这个道路，会因为你使用交通工具的改变而变成的，你不会再用脚去走。好，举例说明，最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台一省道。好，那现在应该不会有人那个在台一省道用脚去走吧？骑脚踏车大概已经可以忍受的范围哈。那对我来讲，当然有时候是开车了哈。那别忘记了，在更早之前的那个年代里面，台一省道所经过一些重要的这个聚落或城镇，其实在清代也是以前重要的交通路线。只是到日治时期，因为交通的一个改变，我们必须要改变那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就不会真的再用两只脚去走了。我们可能用开车，可能坐车，甚至用台车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道路本身是会演变的，道路本身是会演变的，因为你交通工具的改变，道路本身也会改变。那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件事就是道路会拓宽，对不对？那所以拓宽之后，本来只有双向道变四线道变八线道，好六八这样子跳，好，所以别忘记的事情，我们所认为现在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些交通要道，在100年前是150年前，可能都还是用脚走的哦，只不过100多年后，我们大概不会想希望去脚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道路的这个概念是要想，道路是会改变的。那问题来了，当平地的道路，随着聚落发展，随着人的迁徙活动，随着都市的进展，所以整个平面上所谓的大概是丘陵地这一带道路，一个被开成所谓的公路系统。好，那些公路系统开凿之后，当然不仅不用脚走之外，也用新式的交通工具。那重点来了，平地因为人的关系，道路旧的道路就看不太到了。可是别忘记了哦，山区道路因为你不太容易去到那个点，而且有时候因为开的位置比较偏僻，不容易到，又不容易在使用的状况之下，它被保留下来，所以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这些道路，所以才被冠称为是古道。可是事实上，这些古道其实要不是因为有所谓的历史步道、国家历史步道这样的一个施设，事实上其实这道路都不太容易到。平常心讲，除了少数一些我们一般人最常去践行，比如像八龙湾古道东段啊、到瓦拉比啊这些，哇，大家可以很容易到。那真正如果是在日治时期留下来的这些路，倘若没有人继续再用，不好意思，真的就是很难走，哦，因为它就是废道，因为你不会再用了。那因为它是废道，所以就被保留下来到现在为止，哦。那在整个一个跟古道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中，我大概提几个老师，我想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第一个是杨南俊老师，大概如果不认识他，我想大概这边可以转头就出去了。好，那第二个老师是吴永华老师。吴永华老师其实蛮特别，他除了对自然生态很厉害之外，他之前有些作品像是鸟类的作品啊，然后对植物也还蛮熟的。那其实他在 很久之前他曾经做过清代苏花古道的调查报告。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李瑞忠老师也是兼具人文跟自然调查的一个很厉害的学者，他本身除了自然这部分很熟悉之外，他自己对于整个一个植物方面的这个认识，我想上过这个李瑞忠老师的课也都知道说他对植物的这个造诣也很高。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是林一宏老师，他本身是做建筑的，所以他的书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日大公关古道的调查报告里面，大致上他的书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对建筑这一块非常的熟悉。那另外一个是吴元和老师，那在爬山大概都知道说
吴渊老师是个怪杰，就是他也是专走一些不太有人去过的地方，好，那写了一些介于历史跟介于文学之中这种报道文学的这个文章。那最近如果同学们有兴趣，你们去翻一下台湾商业杂志，他最近写了蛮多有关这一类的文章哦。那最后就不提的是我，因为我最小，所以我把它列在最后。那接下来有几个东西要让同学们知道，是说原住民道路还有爱线跟大陆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平地的道路，随着我刚刚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使用交通工具的改变，所以原来用脚走的这样的道路不见了，山区可能运气比较好留了下来。那重点来了，原住民之间有没有原住民之间用的路？认为有的请举手，好，手放下。认为没有的请举手，好像都没有人举手哦。对，是有这个道路的。可是重点来了，因为原住民的道路来讲，不像我们现在后来所修这个路里面又宽，然后目标又确定，所以原住民的道路遇到了一个最大麻烦是，当原住民如果被搬家之后，他原来跟部落之间这个联络的这样的通道就会消失不见。所以我们在山上做调查的时候，有时候问我说，你做调查里面你为什么不去找原住民真正使用的道路？我通常跟他讲句话说，我真的很难找。为什么？因为台湾大部分的原住民，不是说100%，像布农族、泰鲁格族、部分的泰雅族、台湾族、卢凯族，都被应该可以远从清朝，然后一直到日本人到战后的这个政府帮他们搬家过。那搬家过的过程中，原来的地方就脱离掉了。所以如果他是住在山区，他一旦搬家之后，这个路就不会有人带走。所以除非说我们今天这个山区的道路我们把它复原，然后每个部落跟每个部落之间就有这个路径再把它复原，那困难度有。因为道路的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要有怎么样，要有人走，对不对？没有人走，哪怕你是再怎么好的路，还是最后会消失不见，时间长短而已啊。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说只要有人走的路就不会不见，没有人走的路，不好意思，它就是会不见。好，那原住民道路在调查上事实上有它的困难度，那这个困难度大概比我写博士论文还困难。为什么？因为原住民的道路有时候是上上下下、左绕右绕，有时候通过 A 的猎场，有时候通过他们的耕地，所以它不是那么的有规律性的这种逐路方式。可是大概还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部落在我部落对面，我大概是直线就过去，你想懂意思吗？所以呢，部落如果在我这个邻线的对面，我大概就直接下溪，直接切到对面去，不管怎么切，想到就切上去。好，这是原住民这个对路的概念。那如果呢，这个部落是在这个部落的后面的话，那就直接上山就下去，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它的路基本上，就算我们现在去找，其实没有那么的地。好，就所谓的，那有时候如果在山崩或者遇到一些大水，它还会绕来绕去。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真要去找这个原住民这个道路来讲，困难度我觉得比我写这个爱永新闻什么还难太多了。另外一个是爱线，那爱线这个部分不是我很爱线哦，是有一个名字叫做爱永线哦，那我们在后面会讲哦。那另外一个是道路，那在讲这些东西的一个概念里面，要有一个概念是，如果它是道路，通常会有所谓的永久性道路跟临时性道路。什么是永久性道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这就是永久性道路。所以道路瘫了、道路坏掉了，执掌的单位就必须要去负责，所以这叫永久性道路。那什么叫临时性道路？用了，不需要再用了，临时变的。目的性达到了，我就不用了。这我们叫做临时性的道路。那临时性跟永久性的道路在山上常常看不到。那问你一个小问题，刚刚讲的这个山区这么多的道路系统，到底是永久性道路多呢，还是临时性道路多呢？认为永久性道路多的请举手。先问答你哦。认为永久性道路多的请举手，山上的部分。好，认为临时性道路多的请举手，手放下。
那我可不可以给你解答好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如果真的要算永久性跟临时性来讲，没有错，临时性的道路会通常会多一点，因为临时性的道路，比如说像临时去采樟的、拔脑的，樟脑拔完的脑疗路我就不用了，这就是临时性的。那我现在去采矿，矿采光了，矿就不再用了，这矿路我就不用了，这是临时性的。那我今天要去讨伐原住民，发动战争，这个讨伐过去的路线，那当原住民的这个整个平息之后，这个路不见，不再用了，也不见了，所以确实是临时性的道路，应该是远比永久性的道路要多的。所以你们其实刚刚至少一半以上是答对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事情呢？当你们现在所听到所有这些，在一般书本里面上所读的这些古道里面，事实上它的数量是远少于临时性道路，这样听得懂吗？那临时性的道路因为它临时，所以不确定性就高，那不确定性的高的状况之下，你要知道它整个过程就比较难。那这也就是说在做永久性道路跟临时性道路的最大差异点，就在于资料掌握度来讲，临时性就难很多。那永久性的道路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些正常开的这些道路，比如说像你们最常听到什么八龙关古道啦、能高越岭道啦、八福越岭啊，这些都非常非常清楚，地图上都标得一清二楚，因为它就是永久性道路，永久被标在地图上。临时性道路用完即丢，所以除非你对整个历史的脉络非常清楚，不然你会不知道在山上调查，走过那个地方，怎么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到底是伐木的道路呢，还是是当时候的讨伐的路线呢，还是是当时候开的安永线呢，都不知道，因为它就是临时的，所以被记载的这个可能性相对也会比永久性来的低。那这个是跟同学们分享一个概念。那回到刚刚最早讲的这个清代开的路，那开山抚岸道路事实上全台湾有八条，从北到南有八条，那我依序稍微念一下。第一条最北的地方是苏花古道，苏花古道的位置是现在的苏澳，起点是苏澳，终点是花莲的新城，大致跟现在的苏花公路上上下下这样绕来绕去，这是苏花古道。那由北往南的第二条道路叫做集集水尾道路，在现在的南投境内。第三条叫做八通关道路，清代开的八通关道路跟日本人开的道路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在3年前去走清代八通关古道，简直要我老命了，上一千公尺下一千公尺，上一千公尺下一千公尺，上了三次下了三次。那看那个路线这么远，中央山脉在那边，然后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什么时候想说还可以回家。那不要以为他这种开路是很笨的方式，当我回来把我的这个 GPS 的路线变成是 GIS 来做图层的时候，我发现它几乎是直线距离，这样听懂意思吗？就是我把它拉一条线，它几乎就是直接就是从现在的大概是从现在的东埔这个位置，大概是直接是一直线直接到玉里，就表示说它不管什么就是直接上直接下直接上直接下到直接到玉里去就对了。那清代开的路大概都有这样的特性，那反观后来的这个日本人开的路大概是腰绕比较多，不过这中间又夹了一个安永线，我们等一下中间会提到。那在整个一个清朝开的道路里面，刚才讲到八通关，八通关完了之后大概就离开中部这个区块到了南部这个区块，南部从头到尾开了5条道路，第一条最北的是昆仑凹古道，第二条是进水林，第三条是社寮卑南道路，第四条是丰港卑南道，第五条是恒春卑南道，从头到尾就5条路。那有几条路现在是很像开车可以过，像丰港卑南道大概开车可以过，可是它到了东部，它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南回线的另外一段是不重叠，所以还找得到。那中间有一条道路也很奇怪，是社寮卑南道直接又穿过进水道路，所以这两条道路比较奇怪之外，其他南部的路大概都还可以找得到。
那中间这八条里面再加了两条清代的路，一条是在现在的这个水里这个地方，叫水沙连古道，它很短，可是事实上它的历史远比这些清巴龙湾古道啊，或是清吉吉水道还要久，因为它是以前从吉吉要进到土里的南边的重要的道路，因为它爬上去就爬到现在的头社水社，然后绕到这个土里去，它是以前进入土里的重要的南边的道路。那它现在有一段也还在。那这个这一条路之外，还有一条是从现在的巴龙湾古道的出口，然后跨过海岸山脉到现在的这个海边，我们叫做安通月。哦，这条清代大概也有。那当然有一些在清代的这个开路过程中没有开完的，或是说不成系统，我大概就比如，比如说以现在它还可以完整走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来讲的话，大概这十条路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那我就刚才讲这个部分，那因为我这个部分是按照这个位置，按照这个位置这个把它标下来。那首先呢，这个苏花古道跟苏花林海道，那它的道路原则上呢，苏花林海道路就现在的苏花公路，那现在苏花公路不都是开凿隧道对不对？如果你们有空去走那个外面那个有点像是断的那个外面去走一下，你就觉得哇，那个日本人开那个路真的有点像神经病一样，因为你站在那个外面一往下看就是到海里面这样子，那个落差裸露的程度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就对了哈。那苏花古道，清代苏花古道大概从现在的苏花出发到现在的大南澳这一段路径大概是不一样的，后面的路有时候清代古道会沿着海边走，退潮时候沿海边走，有些路段大概有稍微重叠到，那这个大概是之前去调查的时候，把它两个路线透过重叠之后，把 Google 把它叠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条古道就是我刚才跟同学们分享的这个清代的这个水沙连古道。好，那目前它有个特别名称叫做土地公安岭的古道，那有人叫做水沙连古道。那当地呢，事实上有把它修复一下，让一般人可以去走。那它目前留的这个路段是从现在水里的二坪这个地方上到土地公安，然后下到现在的这个一个地名叫冲柜，那现在村的名字叫做古登村啊，可以走，可是走的时候走上去的时候出来要拦电车，因为那个刚好会接到那个水里要往那个埔里那个。这个公路的旁边这样子，那蛮好走的，大概两个小时多就可以走完，路也都还完整的维持这个清代的这个样貌，那下面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可以留的大概是这一段，从这个天宝堂出来一直到这个福安宫的这一带，大概都还保留着以前的这个路的这个样子，那后面一段呢？有点变成产业道路，不过，也没有变得很宽的哈。那遗迹像土地公安岭上面还有一个土地公还在，那个遗迹都还在。好，那这是之前那个水沙古道的位置哈。那另外这条古道叫做吉吉水道路，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并没有办法每一条都跟同学讲那么清楚。那我后面会有两个全台湾重要的古道的一个。空间分布的图给同学们看一下，那因为这条古道我必须要讲，因为这条古道是我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去做的古道调查，那这条古道是因为当时去找他的时候只有文献的，就是说谁谁谁开了路开到中央山脉，谁谁谁开路开到中央山脉，然后就结束了。那我就不相信说清朝人这么的偷懒跟这么的那个随便，想报给那个。总督往上呈报，总督往上呈报这些开路的过程，怎么可以欺骗皇帝呢？所以应该是有开路开成功的，所以我就不相信，不信邪，后来我就去找，还真的是有路了，路也还在哦。那这条路是从现在的这个吉吉出发，进到浊水溪的中游，然后从浊水溪的中游经过中央山脉，
从这个关门山附近下到马太安溪，然后上到轮胎文山，直接下到现在花莲的一个地名叫复原，绿色的复原。哦，那因为这条路很少人走，所以基本上整条路的路幅几乎都在。哦，大概中央山脉两侧大概都在。可惜的是，从中央山脉出来到外面那个平地部分，因为沿着山腰走，啊，你知道吗？九二一之后，然后又台风，所以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那个路基了。不过中央山脉两边大概都很清楚哦。那你们很好奇说，这些横贯中央山脉的道路要走几天哦？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哈，青巴走的话要排14天呢，14天，嘿，那完整走完大概要27天呢，嘿，以现在路况而定的哈，那如果你走一半，大概也要14天左右。好，那这条路呢，原则上如果是路况你熟的话，大概可以在11天内出来。你路况不熟的话，要16天才能出来。啊，什么叫16天才出来？就是因为它有些路段崩掉，你要找路或是要绕来绕去，大概要16天左右。那清代古道里面，就这两条里面天数是最长的，大概都要破10天以上。那其他像南边的道路都没有那么久，大概像昆仑的话，大概7天左右或5天，大概都可以走完。那进水林现在这个1天就走完了，因为路况有修好。哦，那其他那几条路应该只剩一半。哦，那像后来你们如果有机会跟那个明谦老师去走那个阿朗伊古道的时候，也是1天就走完了。哦，像那样的路就是天数很短，因为有人继续在用。那这几条路后来都没有人在用。哦，至少到日食期结束后就没有人在用了哈。那给同学看一下哈，这是从这个路，然后一直到中央山脉这个部分哦。那当然这个是我之前去调查野土的部分哦。那你们看到那个白色的部分，就表示是工地哈。啊，你们看那个地图上，如果看到比较白的这个部分哈，啊，这个是那个是河川，然后这个是白的这个部分，所以也知道说走这个路的时候，就是在工地上跳来跳过去就可以了。啊，那大概如果有机会去走的话，我会建议你们还是有机会的话，进阶一下去看一下山区有真正的这些古道哈。抱歉，往下。好，那这个是跨中央山脉要到那个花莲去的哈，这个是复原，所以因为它整个都在中央山脉上面，所以你们看出来在中央山脉的部分没有太多的这个封闭的部分，好，所以它的路况还不错。好，那是我以前画的这个路线图哦，因为大概到了1887年以后，这些开山抚岸道路不但像以前这个。像青巴或者是苏花不进部落，这个时候的开山抚岸道路都进部落了，啊，所以像这条道路通过去的时候，部落都在下面跟在上面，啊，所以跟我们以往的观念说清代的古道不经过部落其实错的，是前代前面的这个时期的道路可能不进部落，可是后期的道路事实上还是要进部落，跟日本的做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哈。啊，这是刚才你们同学们看到那个走中央山脉的部分哈。哦，那11天也还好了。如果有些同学如果刚好在换工作的时间哦，可以那个操劳自己一下哈，然后找一个比较好的向导去走一下这个11天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一回事哈。那不过这一带包括像青巴或是这个积水道路，就是我们俗称的关门古道，很讨厌蚂蟥超级多。那个蚂蟥超级多哈，所以要来这边走的时候，请挑冬天来，不要夏天去。好像这个时候去的话，那个蚂蟥会像下雨一样，而且是七彩的蚂蟥，这是开玩笑，不过是真的是这样子哈。那冬天去爬山有好处是比较干燥，要过溪比较容易过。夏天的时候，如果像你要过这种溪，像这个大溪啊，有时候过不去，因为水很大，啊，这是真的。哦，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都去爬山的时候都会挑冬天去？原因也在于此，因为水比较小，而且比较干燥，一些山上的这些怪的虫也会少一点点。哦，11天食物带什么？11天食物自己背着走啊。
不用怀疑，没有人会来找你的。那也没有人会理你的哈。等一下，最后我们大概留个20分钟来跟分享说，为什么不会有人理你？是因为你去的地方也不会有人去。向导会熟练吗？向导，除非你有雇请原住民一起上去啦。那因为我现在当然可以雇得起原住民当我的向导，可是，在早期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哪有钱啊？1天3000块，那12天多少？36000。那我只队员顶多5个人，一个人要摊多少钱？不包括食物费用，不包括交通费用，因为进去要坐到花莲，出来要从大淡林到请柴车出来，请一趟要12000。哦，所以基本上那个是用钱堆出来的哈。那当然，如果你就我刚才讲的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事实上可以去请一些比较专业的向导带你去走一趟，大概也不错哈。好，那接下来是安通月，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从在整个海岸山脉一条清代为一开的道路，可是海岸山脉上面其实有很多条阿美族自己用的这个道路，他们自己等于是他们传统的这个联络道路还存在，可是如果现在想去上面去走，那因为那个海岸上面有个特性是它的零线都断掉的，所以如果你不好好走的时候会发生意外，因为几乎都是绝壁。哦，那当地的这个阿美族人，因为纵谷地带的阿美族要跟海岸地带的阿美族他们联络，所以他们会在这个那么长的这个海岸上面，其实他们也是大概前前后后有8、9处地方可以穿过去。哦，是他们自己的路。哦，如果我们以刚刚最前面那个 PowerPoint 讲那个原住民路的概念来讲的话，上面这个海岸上面的这个路应该是很多。为什么？因为它不用往花莲绕一圈，到花莲溪的溪口，然后绕到这个海岸上面另外一边，也不用从秀姑峦这边再绕出来，它直接可以从中间穿过去。好，那这在这么多条道路里面，这一条是清朝在这个安通上面，等于是这个海岸上面开的这个道路哈。那这条路目前玉馆不是玉馆处，花莲林馆处，他要把它修成登山步道。那出来的时候可以在安通泡温泉，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去花莲的时候，不妨去看一下，好，而且很容易亲近，跟刚刚那个青猫湾古道是几几岁的道路，这个简直太人性化了哦！出来进去或出来的地方有温泉可以泡，所以我们以后要去爬山的时候，记得这一点，一定要在出来的时候去安排一下泡温泉的这个旅程哦。啊，这开开玩笑哈。那这是当时候这个我做调查时候的这个它的路线图哈。好，那出来就到那个海边了哈，到南竹武部落那边。好，那接下来呢，这条昆仑古道很讨厌哦，就是说，因为它有南边开的这几条道路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就是说，这5条道路里面有几条道路都是台湾族他们自己的这个设路。那因为在开山伏案过程中，有时候时间太短要开那个路，所以就直接借他们的路，直接就再扩大一点点。那这条路大概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这条路过了中央山脉之后，直接会沿着溪旁直接下去。如果是我来讲的话，我宁可走林线，可是因为有跟着他们的一些部落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它的路基本上，哦，就也是直上直下。你那看到那个路线图，大概可以看出来有这个特性哦。那这一条就是我讲那个赤山卑南道，就我刚才讲那个应该是第几条？我现在想一下，等一下回来想一下哈。那这是刚刚我讲那条那个昆仑阿古道，那你们刚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把那个古楼社拉到金轮，像不像一条线？很像直线，对不对？你跟看后来看清代看的古道，基本上看起来都很像直线，不知道是怎么开的哦，真的就很像直线哦。可是站在最高点，然后看对面那边直接下直接上，我猜的是这样子哦。好，那这就是进水林古道。好，那进水林古道下面部分我们不要管它哦，这一段因为在平地上，我们不要管它，我们看一下那个山区的部分。哦，那山区部分看起来好像比较弯，对不对？事实上，进水林古道有2条，
清水表是有两条，日本人是要让清代路是沿邻走，好，所以如果你在靠近中央山脉部分，你往中央山脉的那个林线上去看，你可以看到有没有那个路幅过去的感觉，好，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去走那个进水的时候，有好几个路段在弯的时候，它如果离林线很近的时候，你走上去看看，你像林线上有另外一条小路，林线上有另外一条小路，好，那后面这一段看起来又是传统那个清代会去做这种模式，就是沿着林线走，几乎是沿着林线在走，好，然后出去之后就从大尾出去。那这就我刚才讲那个社寮卑南道、丰港卑南道，好，那丰港卑南道就现在的那个南回公路，好，那南回公路这一条路呢，事实上，它大概沿着现在这个南回公路进去之后呢，到最后一个部落，在过草埔后之后，它路公路是往右靠，那它的那个。古道是沿着林线就上的，上完之后绕了一小圈之后，又跟那个南回公路交叉之后，再从靠近这个寿卡附近往南边一点点倒下去。好，那是以前路的走法。那为什么我们会去这样去走？是因为不要以为这个清代人哈写这个公里数是写假的哈。你要看到那个刚才不是写那个几里几里对不对？那日本人的里呢？大概一日里大概等于3.927公里。好，所以我今天如果跟你讲说，日本人开的路有20日里，它大约80公里。好，当然没有到80，因为3.927乘以这个20，所以它70几公里，接近快80公里。那如果是清代的道路，一里等于多长呢？一里大概等于0.576公里。好，所以当我跟你讲说清代的道路开了100里，所以它大概和现在的公里大概57公里多，好，这是一个换算的概念，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说我们这个公里数是写好玩的，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管谁来修路，修路要钱啊，除非你强迫那个原住民出这个劳力之外，你如果雇平地人来开路，那个开路是要钱的，所以你开了多少公里的这个道路的费用是可以算出来的，那可以算出来的过程中，我写的这个里程数怎么可能会骗你呢？这样你听懂意思吗？所以我跟你讲说的这个道路有100公里，它就是要花100公里的钱，而且是可以算出来的。清代如此，日治时代依然是如此，只不过拿的是钱或是拿的是日元这样子差别而已。好，所以要一个概念，如果不是原住民去出劳役来讲的话，开路都是要钱的。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去做这个步道之工来讲是不能让人拿钱的，是因为我们甘愿做甘愿受，对不对？好，除了这个除外，可是为什么？因为你去了也不是重新开一条路，而是你去维修步道，去做一个等于是这些有人用过的路，你用我们现代生态工法去做。当然如果在那个年代开路那个年代里面，当然每开多少距离都是要钱的。好，那从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的话，哦，这些路呢，到了清代的大概末期左右哈，去花莲、台东花莲的路大概只剩下两条路比较好走，第一条路是进水营，第二条路是哪一条路？下次应该叫明谦老师带你们去，有去过应该举手一下，阿朗依古道，有去过哈，那。这两条路是清末时候，如果我要从西部要去东部，大概是走这两条路，而且很规律，就大概就只走这两条路，偶尔散步时还会去丰港越岭道稍微看一下，但是最常走还是走进水营跟走这个恒春绕过去。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离原住民区虽然就离原住民区稍微远了一点了，那第二个。好处是，它因为从恒春有限制所在，所以它不用担心原住民部落太近而被出草。哦，虽然就算它绕远一点，它还可以比较安全的到达台东跟花莲哦。所以从南边
到东部这几条路最后都汇合在卑南，但是那个卑南是现在哪里？卑南是现在哪里？现在是指台东市，所以那个卑南其实是指现在的台东，清代的卑南其实是指现在的台东，那又名叫宝山，所以不要有那个卑南是到现在的那个资本的这个卑南，不是，它就是台东市，以前台东这个地方泛指就叫卑南，这是我们刚才跟你讲那个这个阿兰伊古道，所以如果你们从恒春东门开始出发，你们开始算这个色马里，然后里德、巴瑶湾，一直到阿朗伊西到卑南，你把这个213里，你把它乘以0.576，然后你现在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一次，你不妨看一下你那个开车的那个距离跟你走的距离是不是符合这个里程数。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因为比较方便做得到事情。当然如果说老师那个地方开车到不了，你可以用计步器。你可以用计步器大概都可以推估出那个距离大概走了多长，所以当我们在做山上调查研究的时候，为什么有办法去推估它往哪边走，其实也是因为它留下很多这些很基本很基本这个元素，就像这个里程数还有通过的位置，那只要它通过位置是你确认是对的，基本上它的里程数就应该是要照那个里程数走，不会去乱变的。为什么？我刚才讲的啊，213如果开213里的路，也是要花213里的工钱啊，还是要这个钱啊。所以这样大概就是这种状况。那这个是阿朗伊古道的位置哈。好，那因为它很大部分是现在的公路哈，所以大概从这个永靖到过这个满洲，一直到下到须来之前哦，大概那个公里数都还蛮稳的。所以大概是现在那个公路，开车那个公路是大概是差不了多远的一个位置哦。那从这个海岸线绕过去的位置也差不了多远。可是呢，阿朗伊古道有一个很特殊现象，阿朗伊古道在日时期有被开成公路，它有被开成公路，但虽然短短大概就一两年左右开成公路，那为什么？因为以前。如果从清朝以来要去台东花莲，还是要从南部到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到了日本时代的后期，有已经有这个公车的时代里面，要去台东花莲还是不容易到啊。那我当然希望可以开公车直接可以到台东去嘛。所以当时候大概在昭和年，哇，那个年代我确定年代我已经忘记了。那日本人就从现在这个大武地方开公车，开着公车可以走这个路。大概到现在这个观音这附近，然后呢，从这个台那个高雄出发，也开了一条路进来，开，然后跟他两个会在一起。所以你们去有没有注意到，去走这个阿里古道的时候，前段跟后段部分有一些，现在有在用，是因为后来因为海防关系继续开成这个公路嘛，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发现说有一段那个石头路的时候，它其实路也还蛮宽的。那个是以前在日时期有把它开成这个公路，那使用不久，大概使用我记得一年半不到两年之后，因为离的海边太近了，每次路开好之后浪一拍，哇，路就坏掉了，所以不得已隔了一两年后，日本人又在现在这个南回公路上新开一条南横的这个公路。就叫恒春，就叫丰港道路，丰港大武道路，就从现在的丰港，然后经过这个现在的安朔，然后到大武，就变成这条路使用时间很短之后，就被这个整个这个丰港这条南回公路，就我们现在南回公路取代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南回公路是在日治时期就已经可以开车到台东的道路哦。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道路想象中，都是人走，不是的，有很多日治时期的路，其实一直到战后，其实一直还是在使用着，只是我们没有知道说，原来那个路其实日本就已经开好了。然后当然以前开路不会那么宽啊，一台车可以过，所以以前如果你们年纪比较大一点，都会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会车，不是那个会车，就是说南边
来的车，北边来的车到一个定点停了之后，两边交汇，然后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往南的时候就交通管制，不再让它往南，一个一样不再往北。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以前我们去苏花公路的时候，有走过那个必须要等待会车年代那个前辈，请举手一下。把手放下哈，我讲的是实话哈，就是因为它南边来，北边上去。那如果不管制，是不是能给它修了，对不对？所以它必须到一个定点之后，南边北边的车要让它交错。所以当交错之后，另外一边匝道就封起来，就不让你进来，就是下午就出去的。所以它是用这样管制的哈。所以像以前有一个崇德管制站，就是早上放进去，然后到中午它就关掉，你就不能进去了，因为下午就从北边的车要出来了。那所以这次就会车，那日治时期大概有的是用会车的形式。为什么？因为路不宽啊，大概都是仅供一台这个。如果用日治时期的车来讲，大概跟现在中巴差不多了，比中巴再小一点呢。中巴20人坐嘛，那日治时期的公车没有那么大台。我们现在公车不是都40个人，对不对？那日治时期公车大概20个人上下，就小台一点点。那我给补些桥头这样子。那以前像后来的苏花临海道路跟这个所谓的那个丰港大武道路，大概都可以开车。因为我知道现在阿明在观音岭是高绕，那边是用车开到观音岭住就走了。不是，以前路是有开的。下面是高绕，下面是悬崖。没有，以前在那个年代里面有坐路过去。是悬崖下面还是会吵？对，因为冲掉了。冲掉。没有，就因为浪挡，你离海岸太近会挡掉，会挡掉，公路不会往上。车子跟人走的差别就是，人可以无限制往上爬，对不对？车不可能，因为车有爬坡率的问题，跟它马力的问题，所以它不会垂直往上爬，就跟我们火车有个那个坡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它的路就是平平的进去，沿着海岸过去。今天还是16号那个南铁，然后先到南铁的停驻。对，那可是日治时期是坐过去的。所以是这样坐过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路不见，是因为浪江胎被刮掉了。如果坐了台26号电梯，还是让空掉的几率是很高的。99.9999999，这样讲比较快，99.9999，因为它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开嘛，你就两个方式，一个穿山洞嘛，另外就是沿着海边填土做那个路基嘛。那日本做的应该是我后面这个步骤，所以当然是挖空挖掉。那日本人都不用，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用呢？你听懂意思吗？所以基本上后面的这一段，其实日本人是有把它开成公路的，是短短非常短，时间很短。他如果没有告诉我，过了巨海以后，他们可能他们的长辈刚刚有一个时间可以走到，沿着海线就可以。没错，你讲没错，所以短暂时间可以走是 OK 的。可是比如说有一天如果来一个赛洛马，或是来一个格勒里台风，哇，整个就不见了。而且东部因为又是台风来的这个位置，所以你在旁边不管你放了多少东西，海水拍下去全部就带走。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学那个海岸工程，我想我要回去装逼一下，因为就是好像把那个钱有没有几千块、几万块的，然后到了太平洋直接就是不用做什么，就把10000块直接丢到海里面去一样道理，对不对？只要谁接去这样子，因为就是把钱丢海里面去嘛，不可能的事情啊。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那个第二个重点是爱永庆的部分哈。那因为这个部分一般人不太容易听得到，这个部分是因为事实上整个山区的除了我刚才讲那个永久性道路之外，那我刚才讲清代道路，我刚才讲那8条的开山五岸道路，请问是永久性道路还是临时性道路？认为是临时性道路请举手，认为是永久性道路请举手，把手放下。啊，对了，开山普兰道路是永久性道路，那只是因为清朝后来的势力衰微，财政无法支持，所以山区撤防，那些道路没有人用，
那按照那些道路的路宽，你知道多宽吗？平地部分大概有三公尺宽，三公尺两台摩托车、飙车不会相撞的，对不对？那山区的道路按照规定要做到六尺，那清代的尺跟日治时代尺有点差，好、哦、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四舍五入不管，用三十公分来算，不管，我们用三十公从哎三十公来算，所以拉起来的话，180公分的，我才172而已，我躺下去之后头面还8公分，靠不到边缘的，所以清代开的路，如果在山区开的路都有这样的规模，那更何况是如果好开的地方一定都超过2米以上。所以那个路是永久性道路，好，不要以为那些清朝官员是吃饱没事干，然后开那么多开那么多道路，用不到半年就废弃，是因为没有钱雇。但是没有钱雇跟他当时候规定要做这个道路工程的规模是两回事哈，所以他做出来的路其实是永久性道路的这个概念。好，那接下来要讲的是永久性道路跟这个临时性道路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中间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爱永线的问题。有听过爱永线请举手，手放下。没有听过请举手，超过一半以上哈。好，爱永线其实就是像万里长城的这样的防御线。好，那为什么这种防御线是？因为日治时期刚到台湾的时候，原住民的势力其实是有进逼到比较沿那个沿着山边的地带，因为清朝走了之后，本来在清朝的这个山区。清朝设了一个爱防，这个爱防在后期时候有永明来守这个爱防，虽然不是连线式的守，可是有一些定点式的守，那原住民大概也会稍微有一点点知道说、啊、这边有派兵，我比较不会轻易的下来。可是当清朝结束之后，山上这个地带就净空，因为撤守了，所以撤守之后呢，一些原住民就往山下移动，甚至有出草这样的行为、哦，那在整个一个北台湾的这个开发过程中，有一种制度很重要，就是艾垦制度。什么是艾垦？那艾垦呢，就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台湾山区武装拓殖公司、拓垦公司。这样听懂意思吗？台湾山区武装拓垦公司，就是这个公司里面是有保护自己的武力。好，那没有办法，是因为原住民在你。开发过程中，他会想办法来侵扰你。那所以我在山上开发过程中，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武力来存在。所以我每次在讲到那个艾垦单位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翻译成大家比较理解，就是台湾山区武装拓垦，因为是大家合股的嘛，所以它是有股份的。那因为我在开发过程中，我必须要去保护我这样的一个果实，所以我必须要设艾来守这些艾垦的地方。那这样的艾。在北部我们叫艾垦，好，那守这边艾的人就叫艾丁。那有些地方守的这些艾的这个部分是由国家支付的，所以叫做艾永。啊，丁跟永差别是这样子，清代是这样差异。好，那到日治时期，因为有些这个私人武力被收掉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我那里有私人武力，表示你有枪啊。那你有枪，一个新政权呢、啊，当然怕的要死嘛、啊。所以当然有一些地方就收掉，但是也保留一些原来在山区有拓垦的公司继续存在着。好像桃竹苗一带就有很多拓垦公司，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日治时期都存在着。好，比如说你们最常听到什么广泰城啊、金广福啦、啊，哈。后来其实陆陆续续还有像那个黄南球，他们其实陆陆续续到日治时期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拓垦的单位在山区继续。开发这样的行为，那整个山区因为北部、中部跟南部的这个艾有不同的发展面貌，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你讲那么细哦，就艾什么叫艾，就是防御的一个单位就对了，哦，就是只要有艾垦的这个单位，那艾垦移出去防卫就会有一个艾寮，那艾寮有时候在清代里面又叫做冲贵、欠规，好、哦，那为什么叫欠规？是因为守艾的人是有武器的，啊、因为有枪、啊、所以卡耶人卡迪的了矮队是一个、又看起来像一个那个四周如果是围起来，就好像一个柜子一样叫欠规，啊，又有时候也叫艾寮、哦，
那可是因为北中南它的区域面积不太一样，所以有的爱聊只有两三个，有些爱可能是一个团体的拓展单位，那这个我太细我就不讲了。那在进入日治时期之后，因为清代其实在山区拓垦过程中，其实都有纷纷设这个隘。好，那日本人走之后，这个隘有些留下来，有些不见了。那不见之后，我刚才讲原住民就下来了。那下来的过程中，那有些开垦的地方，原来开垦好了，就后来又被原住民给拿了回去。啊，那不得已呢，日本人大概从1895到1900年这五年中，大概都比较不理这个山区这个事情哦。那一直到1902年以后呢，因为在苗栗这个地方发生一个叫南庄事件，所以日本人开始整理了这个爱勇的这个部分。那因为在当时候这个日治初期这个爱呢，有好几种形式哦，像宜兰地方有留爱，哦，那有些地方的开垦里面是跟这个移民局就所谓的这个森林的挂在一起的，有森林的爱勇。那有些地方呢是跟脑的这个部分挂在一起的，哦，脑友，哦，那因为在当时候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线并没有完成连成一条线，哦，那一直到1902发生南庄事件之后，日本人开始整理这个爱勇线的部分。那既然要把它成为一个防御线，就一定要连贯，对不对？万里长城应该断吗？认为万里长城是断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吧？如果是一条万里长城，应该是要从西到东是一条线的嘛，对不对？没错嘛，哈，到山海关连坐到山海关到海里面都还要往海里面延伸，为什么？怕人家游泳游过来。哦，那开玩笑哈，就是说，如果它是一条防御线，它应该是从最起端到最末端应该是连成一线的，没有错。那爱勇线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而产生的部分。可是呢，因为早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做长城、筑这个长城防外敌的这样的概念，花了太多的钱跟太多的这个人力在上面。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呢，他用的还是长城的概念，可是他却没有筑城这个动作。那没有筑城的时候，那怎么防御？没有城，那如果你们看万里长城，至少有望楼，对不对？有堡，哦，有通关的这个关卡，哦，还有一些重要的部位可以有这个有点是那种射箭那种夺堡之类的。是为什么他怕人攻的时候这个城被攻破嘛？哦，那爱勇线没有这样的措施怎么办？所以日本人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呢，把这个山上的这个防御线呢，把上面所有树砍掉。有看过防火巷的请举手，把手放下。爱勇线就像防火巷一样，就把那整条线上的树木全部砍光光。好，那砍光光之后呢，宽度大概多宽呢？标准是要到18公尺宽啊，长辈讲起来宽哈。可是这个18公尺并不代表从头到尾18公尺，为什么？有时候零线很窄怎么办？有时候零线很宽嘛哈。所以18公尺是一个目标，但是看地方而定。那至少做一个动作是把上面所有木头都砍掉，砍掉之后呢，那原住民还是会翻，对不对？怎么办？在上面设很多隘寮来守望这条线。那守这个线的过程中呢，还派很多这个警察固守在上面来监督上面的这个隘寮。好，那里面的隘寮里面呢的单元叫做爱勇，所以这条线叫爱勇线也是这么来的。那爱勇的上面有警察来监督它，那爱勇守的是爱寮，那每个几个爱寮中间会有几个这个警察单位，那在爱勇线上的编制叫做分遣所，啊，那再大一点叫做监督所，啊，所以几个爱寮里面就会有一两个分遣所在它前在后。那在几个大的这个分遣所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监督所出来，在布的这个分遣所，哦，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设施，让这条线上有了实体的防御的这样的作为。哦，那当然，原住民看了一条线，他有时候还是想要来侵扰，对不对？所以在这条线上，无论是汉人，或是无论是日本人，或是无论是原住民，
是不可以越这条线的。越线之后怎么样？是可以不经过国家法院就予以射杀。哦，是予以射杀。哦，因为这个是我游戏规则，是我国家定的，所以你就是不能逾越这条线。对，哎，对，就是汉人跨过去跟原住民跨过来都不行，对不对？两边都不行。哦，就等于是国家画了一条边界在上面就对了。哦，那可是这个边界画了之后呢，那也太逊了，对不对？我怎么把自己框架在一个那么小的区块呢？那日本人在1902年想出一个爱永线政策，是可以爱永线是可以动的，是可以搬家的，所以爱永线我就叫做搬家的长城。就是说今天这条线做好了，结果这里面的土地控制的差不多，开发差不多的时候，看到对面又有一块森林不错，我想又想把这条线往外去拓展，所以爱永线就像一个 cake 一样，就一层一层的往外去拓展。那拓展的过程中，就每一个山区大概都有包围得到。哦，那爱永线的推进也就这样而来，就是除了可以监视原住民跟控制班社之外，在推进的过程中，因为包了很多土地，那国家就有这个权利可以运用包围土地里面的这些资源来使用。哦，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每次爱永线包完之后，哎，就有一些人开始得到利益了，因为有樟脑的利益，有森林的利益，有一些物产的利益。森林副产品的利益等等，我们总发现这样的很有趣的现象。那当然在整个一个日治时期爱永线的做了施设过程中，也看原住民的这个状况而定。一般说来有三个等级，一等、两等、三等。那这个里知道是几公里的吧？这是日里。那所以两里是多少？7.8、7.9公里左右。所以不要看说这它两公里为什么设那么密，这是8公里，不要看错了。那最后一等级是不设隘寮。那这个部分是日本人基本的设施是这样。那因为我之前做完调查研究之后，想说也偷懒，就是没有做全部统计了，就是说我下次要把每一条线上到底是第几等的原住民所赋予的，我就可以算出来。可是后来因为写完论文之后就不想继续再讨论这个问题，改天再来处理了，因为太复杂了，太细了。那整个一个爱永线在推进过程中呢，很像那个讨伐部队一样。那它里面会有社工班，比如说要造路，要伐木，要把这个线清除掉。那到了这个警戒单位要去设这个寮舍，大致有这样的过程。那从1902年慢慢的开始推进以来，到差不多1908、1909开始有个高峰期，那最高峰期大概在1910年代左右，整个台湾的中北部大概都爱永线的区域。那大概到了左久间上台之后，管理层级从厅提升到总督的权责。原本应该由各厅去处理原住民的这个议题，最后整个一个支配权上升到总督这个层级来处理。那整个一个爱永线的施工过程中有几个部分很重要。第一个是爱永线，爱永线多宽？18公尺。那设了这三个部分，监督所、分监所、寮。那另外设了一个叫铁丝网，因为有时候能力不太够的时候，怕你原住民翻过这条线，所以我会在上面架一个铁丝网。那在铁丝网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就会产生出来，是通电铁丝网。那很多人都以为是所有台湾的爱永线都是通电铁丝网，错。台湾的通电铁丝网爱永线不多，大部分是没有通电的。通电要什么？通电要什么？要电。要电啊！电要什么？要抠抠。为什么？我要让它通电，我是不是要先设电厂？电厂。我的成家的我的，那我可能都可以来用。我都已经要送平地，要开始都市化，要开始做其他事，我还打电往上送。所以在山区送电的地方，除非他这个原住民真的不容易控制，或者是说这条线是要做一个很重很重要据点的线，才设这个通电铁丝网。不然大部分的爱永线是没有设通电铁丝网的，仅设铁丝网，或甚至是没有铁丝网。
哦，所以不要出去之后说老师有讲爱永兴都是通电条，错，有通电的真的不多，哦，那有几条台湾重点重要通电铁丝网，大概可以告诉你大概有几条，哦，那当然有一些为了要监视原住民，有一些监视的措施，哦，比如说像是探照灯，甚至有时候怕原住民跑到这个爱永兴上来撒野，有时候还埋地雷，好，哦，还埋地雷。好，哦，那地雷的 形式很多种，有时候是看到才引爆，有时候是踩到才引爆。好，哦，那形式很多种，那个这部我们就先跳过去。好，哦，那在整个一个爱永兴施设过程中，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爱路。那爱路是做什么用？爱路是让这些爱永兴在防御过程中，可以去防御这条爱永兴的一条走的这条道路，我们称为是爱路。它是在爱永线上，可是呢，在爱永线上这个道路呢，因为线已经砍了18公尺宽，所以事实上18公尺宽到处都可以走，对不对？一点就垮嘛，对不对？18公尺，啊，那讲了蛮多的奇怪点的，可是因为有些地方很陡，所以它还是做了一些路出来，让巡视的人可以去走。那这样路我们叫爱路。那这个爱路呢，当然除了爱永线旁边巡视爱永线这个爱路之外，爱路通常是在线内，不会在线外。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用爱永线上来看的话，线里面是安全的区域，线以外是危险的区域，线以外就是原住民住的区域。所以我们如果听过线外线外，就是爱永线以外，是从我往外看的部分。好，哦，那我巡视的时候，我怎么会到线外去巡视呢？我当然在贴着线内的部分去巡视嘛，然后远望那个原住民的区块，哦，所以有爱路部分通常是在安全区域里面，哦，那因为呢，在这个做这个路的过程中，有时候地形地貌的影响，所以大致上爱路通常不会太宽，3尺到5尺左右。哦，那以大概3尺到4尺最常看到的距离，这个样的宽度是最多的，所以大概是90公分到120公分之间，少数地方可以看到180公分，可是那个地方比较少，大部分落点落在100公分到120公分左右。哦，那当然有些地方重要的补给点，甚至有做成公路来补给的。哦，好，那铁丝网我刚才讲过了，哦，那这是通电铁丝网这个样子。哦，那在整个日治时期，因为防卫原住民关的关系，所以在山上做了很多这个爱永线的设施。所以这是我之前做的研究，就是说从清朝往上推到日治时期开始来，那1927年以后，大概就是所谓李范道路时期了。那如果下次再写一个第7阶段，就是接下来就是整个山区的交通。